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棒徒大家分享心水的时候了。上次赢尽天下，虽然易地，但起码都叫中啊，起码帮到大家食翻住先。咁啊，嚟紧咧仲有啲好嘢推介俾大家，但系未俾之前咧，希望大家继续 CLS 我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或者系 share 我哋啲片。OK， 多谢晒各位。咁啊，呢度咧就有啲好嘢推介俾大家，因为大家都知啦，距离我哋嘅马季就嚟结束啦，我哋都唔知点算好，而家个心情好唏嘘、好寂寞、好冻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。好，呢个时间睇睇我啲推介究竟系边只先。嗱，我哋睇睇啦，六三九場次啊，四班千二泥地十一倍嘅愛馬劍啊，咁呢只馬就唔當十一號嚟嘅，咁啊出閘呢只馬不嬲都係有啲立腳噶啦，嗱而家見到十一號嗰只咧，藍藍地色衫啊，藍藍地色帽嗰只就係而家尾四啦，咁佢就不嬲都係慢腳王嚟嘅，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啲騎師都要係咁比係咁比，咁啊嗰場啊田丹安黑鬼安騎啦，咁啊見到比下比下咧，一比順咗只馬就 O K 嘅，因為本身咧呢只馬一轉泥地其實都知道，咦泥地色啊唔錯喎，同埋過咗。嚟告东嚟马房咧，只马亦都有少少第二片天咁样啦。好啦，而家仲喺继续尾四啦，开始啦，有少少啦，慢慢推下推下咧。咁啊，讲真啦，你始终跑短途唔可以淋得太厚噶，除非你系真系咁上六十超几班嘅啫，否则咧一定要摆前少少。咁啊，泥地亦都系好啦，好啦，咁啊转弯咧，见到啦，就开始又逼出去啦。咁啊，前边嗰啲哇都立立地噶，呢啲中华威威嗰啲前边嗰啲黄脚立嗰啲咧都开始立立地。跟住佢一攞正个太，见到望空咧俾落去咧，哇！松江城就系田大安啲嘅陀地招嚟噶，松松地，好似想甩想甩咁样，但系未甩，跟住俾几步上去，哇！搞掂晒冇交界，转身就射埋个三分球咁滞，跟住水收姜赢马。你睇到呢只马泥地性能非常之好，只要咧你恰到好处，捉到佢个发力位咧，同埋唔好骑得咁卵閪咧，咁啊呢只马都应该。O K 嘅泥地，你睇佢收姜赢马啦，讲多无谓，赢马最实际。咁我今次咧，我就系推介呢只爱马剑啦。我几中意呢只马啦。今次咧就唔系阿黑鬼安骑，今次咧就系何泽尧。由于黑鬼安停赛啊，所以大家要记住啦。O K， 好睇睇我呢场嘅推介先，就系啊七月十号啊，咁啊沙田嘅泥地啊，第二场六号爱马剑。希望呢只馬咧可以繼續幫到大家贏翻多少，好似上次咁啊，贏盡天下咁。咁我相信呢只馬咧都有少少分頭嘅，唔會好熱，但係亦都未必話去到超級冷門嘅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，仲有我好拍檔張老師，亦都係佢跑冷咧，經常有啲好嘢俾大家一鑊嘅夠你玩成季，正所謂。所以咧，大家記得睇下佢啲片啦。OK， 繼續支持我哋四老台，希望下次有好嘢再同大家講。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，有新片你即刻收到。下次見，拜拜。